哦，你从我心里来，哦，所以现在我们之间其实是没有距离的，对吗？在我们的心与心之间。Hello， 还有现在在那个收看直播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苏慧伦。哇，很开心耶，因为最近还蛮常出来唱歌给大家听的。 然后很珍惜这样子的机会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度过一个很温暖，然后很开心的晚上，好吗？好，那刚刚唱的那首是我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《安和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还要再唱一首新歌，这首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它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推出的一首歌，叫做什么？为你变成他。谢谢。